好，那我们今天是请到三位运动参与者啦，然后去谈说这场运动怎么发起。那除了讨论这场运动发起之外，我们最后也会讨论到说，那到底我们对于现在台湾的大学的校园需要一个怎样的环境，然后才是比较符合民主的想象，还有学生能够从中去参与的这样。好，那我们就掌声欢迎一下今天的语坛三位语坛的人。好，我们先由黄台里同学来为我们就是分享。所以我就自我介绍一下。那我是黄台里，我在辅大政治系的大一，然后我是跟玉文共同发起，就是灰姑娘。然后所以我是从一个就是之前没有参与过任何运动经验的，但是第一次参与就是担任发言人的这个观点去来讲这件事情。我是王子琪，对，那我也是第一次参加就是运动，对，那我今天是从女宿著名跟觉醒者的角度来讨论这件事情。好，大家好，我是简明宏，就是我，但我没有头衔啦，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分出我们除了明确的发言的角色，然后我就是大概是这场运动里面年纪最大的参与者这样，因为我虽然是读硕一，可是我28岁。中间大学毕业之后做过一些相关的，像之前有做过四大夜市的那个整理，然后有做社区工作，然后有在当地选民的，然后之后才在去年9月之后才回去读硕士，然后这个运动是中间才加入，所以就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或摩擦，那我主要会从运动策略，跟他的一些相关论述下去切入这些。我想要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就是你们小时候或者是现在是有门禁的，可以举个手吗？就是自己家里面。好，那有因为门禁存在而觉得自己比较安全，或者是因为没有门禁而就是处于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的话，可以举个手，就你会觉得家里的门禁对你来说是一个保护你的一个作用，可以举个手。对，好，那因为我们家是从小是没有门禁的嘛，那我妈妈是说你只要出去你就讲一声，那超过12点的话，那你就打电话报个平安。对，那其实是没有门禁，那我觉得，是因为是在学校宿舍嘛，那我认为说不管就是你有没有因为学校的宵禁而遭受到不便，或者是真的有受到实质的处罚，你都应该要察觉到自己的自由被限制。对，我现在有点紧张。你现在谈第一点，就是察觉宵禁存在的不合理。好，大家都觉得没有觉得不合理。应该是大家都觉得门禁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就是很有效的程度。那就是以我自己的同学为例吧，我的那个室友嘛。在我做这个活动的时候，他们是从来没有来问过我说现在这个活动进行到什么地方，就是他们只在乎就是放学去哪里玩，就是他们没有察觉到自己的自由被限制，而且他们还觉得说这个是在保护他。对，那我讲一下就是关于我们学校宵禁的处罚制度。其实我们学校有4栋女宿，然后4栋女宿的处罚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对，然后以我这一栋为例的话，是
超过12点2次，或者超过12点30分1次的话，就会被取消游行叙述资格。那取消游行叙述资格，意思就是下一学期抽签的时候，是第一轮是不能抽，就是你要跟着第二轮的候补一起。对，那但是其实真的违反我们公约的人，他们是阿姨会跟，就是行政人员会跟他们说，你来做，比如说20个小时的劳动服务，那这20个小时有包含资源回收，或是物柜台，或者是早上6点就起来，然后开宿舍的门。对，那其实这个处罚是没有写在公约里面的。对，那便是说连劳动服务的时数都是阿姨自己决定。对，那对，然后就会变成就是很像在利用处罚学生，然后减轻自己的工作职务。那你说你们学校有4间女宿规定的不一样，那其他3间呢规定怎么样？知道吗？这个后面会再讲到。哦，对对。就是其实这些辅大女宿很多大部分也规定，但是最我觉得应该最不可能的地方就是男宿跟女宿的差别的有多么大，就是像之前。非常久以来，南福大男宿都是没有烧进去，他们是有烧烤机可以走进去，然后那就是他们基本上他们的干部也可以自主管理他们整个宿舍生活的事情，他们是可以自己去选举，然后订这些生活公约，但是在女宿这边其实完全不一样，就是前几年虽然说干部都是民选出来，但是他们却。那个他们的生活公约，像是比如说男宿的生活公约，他会去援引在他层级之上的校规，但是女宿生活公约就只是一张纸，然后上面跟你说你几点没有回家就会怎么样，然后之类的。但是有甚至就是比如说他张贴在宿舍外面的一个公布，他就形同有法律效力，但是其实是谁写出来的，其实应该就只是行政人员。是自己说啊，这样他比较方便管理，他就会这样贴在宿舍门口。
了解他，然后拍跟他相关的片子，就是对，也不确定什么，可能是小电影，也可能是纪录片。但是那时候就是反正就是因为我觉得去越去了解他的问题症，我本身不是助眠嘛，所以我一开始以为他就只是一个制度，然后就是是校方有所坚持，那去废除掉就可以。我不知道说还有就是硬体设备，比如说男厕有刷卡机，女厕没有刷卡机这种问题，或者是关于就是公园这么多的，也算是就是没有法律根据的一些规定这样子。但是所以我的后来去聊天的时候，就会想要去，就想那时候想要是想原本是想要透过拍一个小纪录片的方式去把这些问题给呈现出来，因为我相信是学校里面绝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这些问题。问题才会一直存在，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也还写了一个小，就是跟这个想法有关的小企划案，然后偶然被我同学转，就是贴给玉文看，因为他知道玉文就是之前都有在做跟你做一块事情，然后我才跟他搭上线这样，然后去跟之前旅宿运动的历史就是接到，因为那时候我跟他见面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之前。做过事情，就像是我们辅大从2009年开始入学后就有在推动跟女宿的关系，但是像是2014年到去年这些辅大女宿自由阵线的联署活动跟，算是玉文主导这边的问卷，他们去针对女宿所有住民去做问卷很差你要去补充一下，就太了解廖玉文就是算发起的，他是第一个角色，那他是我们。之前去前一个年度的学生会长，对，所以就是他刚刚讲，他其实2014年就参与过。所以这个运动去年其实是有蛮大的能量在做这件事情，就是福大女宿自由阵线是有一定的能量在推动。然后除了在就是体制外做联署之外，他们有一直跟史令副校长跟校方宿，就是我们学校一个主，就是他是在宿舍中心之上的副校长，跟宿舍中心去一直做沟通，就是说关于宿舍这个宵禁这件事情能不能达到协商，但是最后就是明明这个问卷是宿舍中心那边答应，就是他们是玉文跟宿舍中心一起去弄出来的问卷，他们两方都同意这个问卷是 OK 的，然后下去做之后。那个结果事实上是对我们比较有利，但是最后还是被校方给回绝，就是说，这个反正是他们各种理由都有。那去年的进行大概是这样，然后到了今年之后是，我是因为我是今年才开始参与的，但是我就是有在，我那时候有去旁听宿舍会议跟几场关于学费调整的公听会，那在。当然，在宿舍会议上就有去提到说，能不能将，那时候又有提一个案说，能不能将那个宵禁的规定，20岁以上的人就是都不要再使用了，因为20岁毕竟都成年嘛，就是在民法上。但是那时候也在宿舍会议好像，反正就是没有去讨论这个案子，然后打呼噜就过去。那在学费调整公听会上，我有去提。关于民宿宵禁问题，其实就是在跟学校说，就是你们知不知道宵禁其实反而是更危险，或是你知不知道宵禁就是对学生的自由侵害很大这件事。但是我也就是在这么短的几次而已，我就感受到校方的态度其实是对这件事情很不友善，非常僵硬的。我觉得主要是他们那时候我讲的东西，他们其实听不懂，也听不进去，他们可能听到我说宵禁怎么样怎么样，他们还没有听完就觉得我要说，就觉得他们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就是我就是很想要自由啊，或是我们晚上就是很想要到外面逛。那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他在他们听起来，他们就不会去，然后他们就不会喜欢。但是我就算我讲安全问题或是公共危险问题，他们其实也听不进去。那对于实际上在女宿发生的问题，他们也不知道。校方的回应是什么？就是当你问他一些问题的时候，你是怎么问他？他是怎么回应的？就是那个时候在公听会上，我有就是说，事实上宵禁这个制度会造成学生过了宵禁时间就没有办法，就是那个成本会太大，所以反而不会回宿舍。这个造成反而是把安全责任推回给学生。那当然还有，因为他们宵禁是实际上会有门，然后门被关起来，然后锁
锁起来，所以他们在晚上的时候是非常难出去的。那假如他们自己发生危险，或是什么就是失火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会很难妥善疏散。那那时候他们当然是回我说，就是反正就是要么就是跟我说没有这些问题，不然就是这个问题都已经被解决了。比如说他就说，哦，就是在那个公共危险这方面，我们都有做很多的什么演练啊，或是什么的。但是就是其实才前几年就有发生过，就是半夜的时候突然警铃大作，但是却就是所有的人都挤在那个宿舍大厅里面，没有办法，但是就是钥匙不知道到哪里去。但后来是没有事情，就是那个警铃好像是反正就是没事，但是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警惕，就是这个做法是危险，是很有风险的。但就是校方就是跟我说，就是没有这个问题，或是会在讨论，或是我们还需要家长意见，或是我们一定要去顾好学生安全之类的。所以可以看出来，就是我们。尤其是育文是从去年一直以来都一直面对的这样的一个不愿意去沟通的，或者是不愿意真正去做到协商的一个校方的体制，所以我们会觉得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那我知道很多声音常在就是质疑说，为什么我们可能觉得同意我们的做的事情，但是不同意我们的手段，或者说为什么有必要做到绝食？那就觉得有没有必要这种东西，有没有必要？其实我觉得很难说。但是在我们那时候看来，我们会觉得，其实事实上在校内沟通是经得起的去做。即便我们去走什么申诉，或是什么系评会管道，最后都可能会回，可能还是会被打回，就是说你要去跟宿舍中心去谈。但是宿舍中心已经是，就是在我们看来已经是一个就是死掉的东西，就没有办法去跟他谈论。所以我们也是考量到，就是在辅大，对，就是除了校方态度之外，就是其实住民女宿的住民绝大多数对这件事情是不会有太多关心跟关注的，因为在他们不会觉得就是直接侵犯到他们的权益。再一个，人数比较少，但是也有一定的，因为我们那时候预期是希望在校务会上可以去。到有结果，所以在人数少又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想到说要去绝食。那其实我觉得，一部分有一种就是有点破釜沉舟的感觉啊，因为其实这也有点难说明，但就是因为玉文他现在已经他大六了，就是这个东西一直以来就是这几年来都是他在推动。那如果今年没有去做一个比较有成果的东西的话，或者是至少达到某种协商，会非常担心这个东西就能量就完全消失，然后不知道要过几年才有办法再去衔接起来。所以会有这种决心感觉。那时候也有想过，假如绝食真的失败的话，之后可能就会走一些比较就是欢乐性质的活动，像那种跑步大赛啊什么之类的，是赶门禁的跑步大赛。对，这种事情，所以绝食大概是这样，会决定绝食大概是这样。那我想问一下，你刚有一页的 PPT 是讲那个男宿跟女宿的规定不一样吗？那校方针对这一点是怎么回应的？同样都是住宿的学生啊。就是这个蛮有趣的，就是在辅大，因为就连我们到校务会当场的时候，也有老师说，就是。学校，你这样其实就是性别不平等，你怎么回应？就已经问得这么尖锐了，但是学校还是有办法对这件事情完全不做任何回应。你指的学校是指？那个时候应该是就校方。他们的口气跟之后我们行动开始遇到的一些责难题一样，他就问说啊，这是安全问题啊，那如果女学生就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做这件事本身就是性别歧视，他就会说啊，那如果我们解除宵禁之后，安全出问题谁要负责？他甚至还会把责任丢给想要推动废宵禁的，就是说，那如果废宵禁出事之后，你们要不要负责？他还说要签我们
欠那个什么欠结书，就是说如果有什么法律责任在我身上，他们就会用各种这种手段，或他们就有一些想啊，那家长啊，我们会有做问卷啊，八成家长就是支持，就是小孩要孝敬，就会有一些说，那这些说辞往往其实跟那些社会大众反对的声音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所就是上教会上就是校长那时候主要在。发言的，还有学长吧，主要在发言讲话，但是就发言，但是对他们对这个问题是可以完全的回避。就是男生的规定跟女生不一样，他们只会说就是要保护女生或者什么，但是如果你说那，就是那你这样就是不是很明显就有一种不平等，或是为什么要这样？他们完全略过性别差异，就是不平等这个状况，他就直接去谈，就是用那些可能的问题。那我们后面会讲这个问题，当然就是校方要克服了，我们会把它丢给倡议者的，对啊。那事实上，男生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嗯，就是他们的态度吧，跟那个中间我们遇到很多人看这件事情的评论其实是一样，就是他们都是属于比较保守，然后他们是不会想要去推动性别平权，他们认为那些其他的阻碍反而是更重要的。然后全部都是黑的，
然后我那个念头，当下第一个念头是我绝对不敢进去，因为我不是怕被取消有进去入职的嘛，因为我觉得，在门禁还没有废除之前，这个制度是还算是可以接受。那我比较在乎的是说，没有一个根据的处罚，那我为什么要去妥协？对，所以我那一天我就待在我们学校有，我们学校外面有24小时的便利商店，然后还有一间24小时的咖啡厅，那我就去待在咖啡厅，然后本来想说做到早上6点半，然后是刚好途中大概3点多的时候，就有一个朋友吧，他就说我可以去借住他们家，对，那我想要说的是，不是每个住宿生他都会有外宿的朋友，那甚至因为我们暑大刚好是在比较算市区，对，那像文化大学，对，就是像文化大学他们是在山上嘛，对，然后他们也是只有女生才有环境，对，那我觉得是，就有听过蛮多就是这样的故事，就是会在学校附近咖啡店之类做到早上6点，或者是，其实这些事情都是会发生的。然后，对，听到这种东西都会觉得就是蛮心酸的、啊，就是、啊、而且那个咖啡店就是还不能还会规定不能睡觉，因为就是你是试着睡觉的话，就店员还要来搓你，要你起来，就是规定就不能睡觉。对，然后其实门禁的话，学校就是说为了保护学生，那今天学校为了保护女学生，然后所以把女学生关在一个地方，那也等于把来不及回来的人关在外面。对，那这样的保护的另外一个潜在的一个弊端，就是反而我们这样为了不被处罚，然后就是为了不被处罚，然后不回去。所以因为人都是这样嘛，就是对，就是能不要被处罚就。反正在外面睡可能也不会怎样，对吧、啊？然后就是反而是更危险啊，对，就是学校是保护，可是这样子做却让我们处在一个危险的地方，对，就是很矛盾。那我们是大概是在行动的前一个礼拜才得知，就是罗马教廷的一个枢机主教要来到辅大，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想说。这一定要就是把握这个机会，因为辅大事实上好像是现在全台唯一直属梵蒂冈的一所学校。那有没有时候去查一下，网上稍微查一下，就是这个人好像事实上是有我们校长的那个同意权的，就是他可以去同意他们就是校方任命哪个校长这样。有点神秘啊，其实我还是不太确定说他在辅大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他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实质的权利。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决定说要去找，就有点像蓝教程程这样，然后我们写了一封英文中英文对照信给他，就是向他说明就是大家在不安全的情况什么之类的。然后那天他来的时候却，我想他也是有他自己的原因跟包袱在，但就是他，我想他应该也算是一个客人吧，来到辅大，所以他也没有，他基本上完全没有去回应我们，他只有跟我说就是他听不懂。那我知道上次有跟他讲，所以他是不是真的听懂英文？我觉得应该不是。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态其实没有调整好，因为我们虽然已经决定要绝食了，但是说真的要把这件事情搞大，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难想象的。所以 A 到前一天晚上都还在讨论说，就是要不要去发新闻稿，要不要找记者来，然后到底要在，因为他会去哪个地方，说到底要在人比较多还是人比较少的那个地方。那这我们竟然还是去选人比较少的那个地方，然后在一个时间比较早，人比较少的地方。那事实上就是把事情搞大这件事情，就是他其实后来造成的反而是事情还是有出来，因为那时候虽然只有一个记者来找我，就是台北时报记者。但是，所以事情算是有出来，在本质上没有一定的关注度，但是就是，况只有做半好的感觉。就事实上，我们是可以去把它推得更大，但是却选择没有这样做，那反而
就是一个奇怪的心态，就是不敢去把事情弄得太大。然后，那天晚上，因为我们有想说要找有意思是说要找一个辅佐来，在我们的行动之中来帮我们讲话这样子。但是然后就有个我们一个会务长的女生，就是那天晚上来打给我，然后说就是她这件事让她觉得害怕。她跟我说，如果我们找林昌佐来的话，这就不会是一个小小女副的小小抗争了。她这样跟我说，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因为这件事情我已经有过反省了，然后我就跟她说，就是我们其实已经决定要绝食了。是光是已经做出这个决定，其实就是应该要有把事情闹大的决心，所以应该不会有。我就觉得很好玩，就是我可以看到一个，算他们很多是第一次做运动的转变，像这个女生后来，她就气成冲，她就是说以后如果有要什么砸校长室还是宿舍中心，她就说要砸我这样，但她一开始只是讲这种话。哦。上一有讲说去教育部，那不是教育部，教育部长，是他是教体国的一个书记主张，他甚至教体国的教育部长。所以他来辅大的。教体里面的教育部。对，但是辅大会在宗教上会好像没有归他们管。好，那我就来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刚刚讲，其实我是中途加入，所以前面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这样。那我加入的时候，其实应该说我们是社会所，然后其实有两个同学就坐在前面，他们其实一开始就有加入了，然后他们一开始就有问说我要帮忙，但他也讲得不清不楚，我说啊就听不太清楚，我说没有人来找我帮忙，所以我就没有参加，因为没有人找我帮忙。对，那他们真的找我帮忙，其实算一错两差啦，因为我有玩乐团，所以他们原本其实要找我去表演这样，对，对，找我表演，然后还叫我唱别的歌。就叫我翻唱一首歌，然后就很不爽这样，就稍微屌了一下这样，然后后来廖佑文就是主要负责的同学就问我说啊，那你要不要来开会要不要？这种话我听多了，就有人问要不要来帮忙啊？那我那时候其实非常犹豫，所以我刚刚讲过，我其实很知道，不管是自己的经验或是看过别人，就知道很多中途加入会有很多问题。第一个是定位嘛，就说那我到底来这边要干嘛？那或者也会看啊，就是别人会想，对，那你是后来才进来的啊，就是这诸如此类的问题。所以其实我当初是非常犹豫，再加上我是一个很懒的人，对，因为这个议题其实，在我们班啊，因为我们就是社会学啊，我们平常就是都会讨论这些东西。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学期，就是一月到六月这个学期，其实我们班一开始就是有提过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有一个班代大会，就全校的各班都要提案，可以提两个案子。然后陈玉婷是那个班代，然后但大家对这个东西就兴趣缺缺，因为知道这是形式的，然后他们就问我说：“哎，要提什么案这样？”然后我们就想说：“哎，那就既然都有这个机会，我们就提点好玩的吧。”所以我们就提了两个案子，第一个就是延续刚刚讲2014年到那时候的女宿的这个问题，那诉求都是一样，就我们提了女宿费宵禁，然后刷卡制这样子的案子，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们提了校园转型正义。就是教官退出校园，然后拆蒋公铜像，还有更名中美堂，因为我们学校中美堂其实是中正美联堂，我们就提这两个案子。然后从那时候就可以看到学校就是辅大校方或所谓保守的教育者，他们一贯的心态，他就会百般阻挠你。像那时候因为是班代大会嘛，他就会先说，他要求的寄信来要求说没有讲，但我们把案子丢出去，他就说你们有班会记录吗？然后说你们要有班会记录，确定这是班会决议，然后要导师签名。然后我们就白眼就翻了，像你没有先讲，人家就在打嘛。然后好啊，那就是我们就升了一张给他，既然他要，我们就升了一张给他。然后也请我们的老师签名了，因为我们老师绝对是支持这种事，所以我们就实际上在班代大会上提了。然后一提出来，然后现场就很鼓噪，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大概从那时候应该是三月的时候就提了案子，那学校当然就是那种官方的回复这样。那其实那天廖玉文同学他有在场。那他后来就有来找我，对，就是他就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决定要做这个运动，就来找我，对，但是他讲就是讲得很保守那样啊。那后来我得知为什么，也包括为什么这个运动开始他没有找我，因为他觉得我太凶了，他怕我会吓到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很大一大二，然后又没有运动经验，然后我们就会说要翻桌啊，就是翻桌只是一个词嘛，他就不要翻桌啦，就是不好吧这样之类，他就很怕，就是他就没有找我，所以我刚刚也讲，中途他后来找我进去，所以其实是中途才进去。那我们
其实就我们自己来说，我们本来就有在关心这一题，或甚至实际上有去做尝试，所以后来经过一番挣扎，就是还是跟着我同学去做了这样。那这边讲错，其实应该是第三次筹备会，因为刚刚前面有讲到，两次嘛，13号、18号，这算第二次筹备会，第三次就叫停了。那实际上在刚刚这个叫停，教育部长来，然后我们去澄清，这个活动是27号，然后所以那个开会是25号这样，那那时候才正式去跟他们聊。那其实，后来甚至还有去听那个女宿助理，就有一群女宿助理就知道，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消息出去，然后他们还有跟我们聊这样，所以算那时候才加入。所以其实，在前一天就是那个开会是礼拜三，然后叫停教育部长来的澄清是礼拜五，对，然后礼拜四晚上就在讨论，就是说，哎，那该怎么样？那我进去的时候，其实就是抱持帮他们看，因为就是之前可能有过一些相关的社会运动经验，对，那就会帮我们看说，哎，觉得现在的方向有没有什么错误？就是一开始我只抱持不要让他们走偏、走错就好，也没有想要很积极参加，可是就发现不太对劲。他们的最起码在那天晚上，就礼拜四前一天要杀推的晚上之后，我就觉得不太对，因为他们很多的决策其实在我看起来是有问题。例如，就他刚提到的。他们已经要挑决死的，决死就是我们可以说就是仅次于自焚的这种伤害自己的行动这样，可他们的态度上却非常的保守害怕，但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过程，一开始其实还是会有那种包袱跟压力在，啊，像我们这种就没有这样，然后就要说服他们说不对，因为我刚刚讲那个，其实在家庭教育场上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就是人多人少，然后另外一个是动线问题。然后就最后他们去挑一个，就我们必须要追着那个教育部长跑的动线，取代另外一个动线，其实是他的颁奖典礼，就像这样大家都坐好。然后例如那时候就说好，那他等他上来就举牌啊。然后那时候媒体也都会来，甚至我们可以主动发媒体。其实这要做到是，当然也是参考我们老师的建议，就是你要做决策之前，你一定要去测风向，就看看社会大众对于说，哎，女宿辅大的女宿运动这件事，对要决策有什么看法？那如果你都没有做这件事的话，就变成。因为那个礼拜五晚三天后的礼拜一就是正式决策活动开始，就变成决策活动说你要一次承担这么多的舆论压力、媒体的风向，甚至是校方甚至的回应，所以那时候就要劝他们说，其实你应该在前三天这时候就要先把这个东西铺好，让社会大众有知道说这件事情。但显然最后他们是没有这样做的，对，所以就是变成那个活动其实有点可惜，其实没有达到预期的效益。对，然后那个下面讲，所以那个因为那个是早上是，后来我们就开了这个检讨会这样子，然后就跟他们聊了聊，那就有一种他们就是可能有比较意识到说，其实方向上可能有点问题，或要考虑的地方。对，所以一开始是在建立这个过程，就是说有些经验讲给他们听，就是我觉得这样可能要修正，但其实一开始是没有被听的，所以其实那个前天晚上我非常生气，我就想说我不要做了。这群人这个建议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判断，可是他们却没有听这样。可是隔天我还是去帮忙嘛，我还是有去帮忙举牌子，就是那个教廷教育部长来的时候。所以我刚刚讲信任危机嘛，就算第一个，就我讲说啊，我又是中途加入，那他们如果不想要走这一套，我觉得那就算了，我可能没有施展空间，因为就很像当初康正，你要我坐在那边给警察查的，我是不会的。我觉得我应该要更积极的行动。所以就是一开始这样，那这就讲的是他们的策略选择，就是为什么你要挑学时。那如果你要挑学时，你就要意识到这件事，它是非常激烈的行动。那你要相关的配合，学时绝对不是你坐在那边学时就会成功，你一定要相关的媒体操作，甚至政治协商，用政治力去压迫。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它到底是对内还是对外？对外就我刚刚讲，你应该是诉诸政治力跟媒体。那对内你可能是要做校内倡议，甚至是去说服老师。那我而且我后来整个事情结束，会发现到说，其实他们一开始在讨论决策的时候，也设定了教务会，其实就是讲错了，校务会有写错，校务会其实就是早就设定好，只要那时候校务会一完就收场，就退场，就不决策这样。可他们却没有去思考，那你这样去校务会到底是要干嘛？对，你去校务会应该是要诉诸校内，因为其实最有可能校务会通常就是决议是投票嘛，但他们其实并没有思考。他们就可能思考说啊，我们要更激烈的行动，所以一定要决死，更没有思考到你可能要相关的一些行动去配合，这
就是在他们早期，就是应该说我还没有加入前他们的策略选择这样。那我一开始立场就帮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决定了，所以我就只能帮他们。但最后就是也不太爽这样。那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就文章的修改事件，就是。那所以你进去帮忙之前，他们已经决定要绝食。对。那绝食是怎么样被决定的？就是他刚讲的，就他跟廖玉文是开会决定的吗？就是那时候。就是你们怎么决定用这个手段？会再多描述一下，就是什么细节啊？就是说，那是绝食多久啊？然后多少人绝食啊？什么时候开始绝食啊？那那时候我们的想法是，就是我们因为我们预期是礼拜四消会议，就是要成也在此，败也在此这样，所以大概是4天的行动嘛，然后。就想说每天追加一个绝食者，然后这样子就会到了教会那天是有3个人的，但是事实上四个哦，对，四个吗？三个，一天有。可是教会因为我们都是在中午的时候全部绝食，所以教会那天早上，所以会有三个人在绝食，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我们人力比较少的情况下，这样子安排是就。但那后面两个也不会饿太久，这样子。对，然后就是那时候想法是这样子。那会达到这个，因为一开始其实就是一个想法，说要用这个方式去做。然后，因为最一开始的时候人也非常少，就是4-5个人在去 run 这个事情而已。然后后来是在开始有比较多人进来开会的时候，其实有点像是就是半睡，就是要去说服，就是在场下开会的人，然后让大家都同意说，哦，对，这是我们现在可以去做的方式，就是会不会是最好的方式？其实我现在也觉得很难说啊，但是就那时候觉得好像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对，那这个文章，选择事件就是发生在教育部长抗争结束之后，然后学校就发了声明嘛。啊，那个沙恩声明就是比较夸张，他就说我们不懂什么是民主，对啊，意思就是说你要表达意见很好啊，但是你不能对，你不能干扰到别人啊什么什么的。哇，那时候我们看到就觉得，那这种就是根本是一个操作的机会，赶快就把他打死这样。所以那时候这个许亮兰同学就是，因为那时候他就问说，哎，那有谁愿意写这个回应校方的回应这样，然后他就接下这个工作。那我们看起来当时很扯的是，他就写得非常酸。他说你就是说，意思说学校你才不懂什么什么这样子。就后来这个文章发出来之后，内部讨论居然的方向就说这个态度不太好吧这样。然后我们就抓狂，我啦，就是说你现在应该要做的是，因为你马上就要学，所以这时候你应该要开始去做态度的转变。你可能原本的逻辑是说，哦，原本我们都走校内啊，叭叭叭叭叭，那像我们把成绩提高去向学校的上头的教育部长澄清，结果学校是这样子。打我们好，那我们应该趁这时候去做态度上的转变，所以我觉得文章是没问题。但那时候内部就是他们刚刚讲，其实他们心态还没调整过，他明明已经要绝食了，对，基本上绝食这件事已经是老梗，对，就是最起码当初还没开始的时候，拿去跟我一些朋友讲，然后一听啊又要绝食，就是这种反应就没有别招了吗？怎么又是绝食这样？所以你其实是需要一些细致的操作，让他可以被。大量讨论，或是你其实可以不用面临到这些舆论的压力，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去修改了那个文章，就是他写的那篇文章。那当然因为时间很赶的关系啊，所以最后就是变成他修改版本没有得到他同意，就直接抛到粉专上了，然后看起来是有点不通顺。那在当下我就一直跟他抱怨，我说啊，我就觉得算了啦，就是不做了。之类的啦，就会觉得说那他们都搞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自己的态度是什么，那给他建议他们也不听，就会觉得说可能就这里没有我啦，就觉得没有施展的空间这样，所以这其实到后来的新的轨迹。那当然最后还是就打打嘴炮吧，就是还是去留下来帮忙这样。那活动开始之后，大家的相亲就比较强，他们态度也有去面对。那这边也会扯到就是说后面其实有这样，其实我们在团体内部一直面临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内部的运作到底是集权式或民主？这边集权没有那种那么不好的意思，就是说民主式它一定是我们可以达到大家的参与，它一定是比较没有效率的。那集权式当然是比较有效率，或者你可以直接指派，想说好，我让你写，那他就发了这样。可是
有时候会碰面临到一点挣扎，例如说像一开始的决策跟资讯其实掌握到台里跟亚裕文手中，而他其实可能并没有妥善的分工，例如说活动开始之后他们其实非常忙，他们更没有无力再去处理这种多余的问题，他们也没有办法，像他一边绝食，啊，亚裕文在那边嘛，他也可以就是一直受访，就是已经在绝食了，然后还可以在那边做一些美工啊什么的，然后就说我们就妈你不要坐着，你不要再动了，他就是对，所以的话就是类似像这种，就是到底内部的运作该是怎么回事这样。对，那时候真的蛮夸张的，就是我会一直去接，因为我是法语人，我就一直接媒体，但是媒体就一直想跟语文讲话，然后就完全无法阻挡，然后就是他就一直跑跑跳跳，然后。那，就是五月，教育局不讲是礼拜五嘛？那隔天，隔一个礼拜，礼拜一就是我们行政开始第一天，然后我们是用就是记者会的方式开始的。那这不，因为我那时候自己是。在记者会的时候，我是站在最前面当发言人，就是去讲诉求，然后讲现在现况问题这样子。我不知道，因为我最近有去看一下那个，最近高教工会跟全教总的去做私校法修正的开这个记者会，然后他们就是举牌啊，然后在立法院外面抗议这样子。那我所以，我那时候去看他们，就觉得哦，就是好像这应该好像是一个普通一般。比较正常的记者会有的样子，然后比较没有那么严肃的感觉，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要宣布说我们要绝食，我们要开始绝食，用这个方式去抗争。那其实那时候的压力是还蛮大的，因为会一直就是会媒体会问说你们是真的不会吃东西吗？或是你会绝食到什么时候啊？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停止绝食？然后就只能说就是对，真的没有要吃东西。然后对，我们会绝食到就是消防回我们宿舍为止。对，那就是对啊，那也是刚刚有讲到的，就是人力没有妥善配置问题，因为那时候很多就是分工做得不好，是我们后来整个行动结束之后有做检讨部分，就是我们其实个别的人没有做好，就是。说你很确定说你要干嘛你要干嘛，只是说哦大家都会带那个帐篷的摊位，那就是有大概有这些事情要做啊，但是就反而变成常常就是有些事情有人在做，有些人没有在做事情，这样。我讲一下那个绝食散播力啊，那就是我自己是在绝食前，我是觉得说绝食。的重点就在于是要 catch 到效果，那我自己是没有想到会就是结果会 catch 到这么多人的注意力。好，那因为我本身绝食开始的话就开始会有一些媒体来采访，那就变成说会有很多社会上的舆论，那不管有没有看到那些舆论，就至少它是有一股力量。对，那像我因为我是第二天嘛，那第一天育文绝食的时候是没有，我身边没有太多朋友来问我这件事，那变成我第二天绝食的时候开始。我系上的连老师，对，因为我们系算是跟学校，算是跟学校有比较大的关系。那对，就是在校会议上会干嘛，大家都会讲。对，那就是有。你是什么科系的？我是法律系。对，那就变成说。师长也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对。所以你们系上老师是支持你们行动，还是不支持？他们支持，可是他们不会明显的表达出来。那你怎么知道他们支持？就是他们会私底下来，就是可能送水啊，送礼物，对。那我用时间的关系，简单讲一下，就是一些比较重要的点，就是
我们爵士第二天的晚上的时候，我们指令副校长就来我们摊位，然后就是，他来的那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就我还不太确定。他来，他觉得很不爽吧？就是可以这样，就是他那时候来的时候，因为史密夫长是我们学校很特别的单位，就是一般就是校长，然后也许有几个副校长，但我们会有使命副校长，他就是属于算是我们学校的教会，对教会体系的最高权力单位。然后刚好他是管宿舍问题，就有点像是其实他想把生活学生在这种天主教学校里面的生活也当成有点像修会或修道院生活这种。所以这个部分是归使命，是宗教体系在管。那天就是我们有去跟他做，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在就是抢他啦，但有稍微做一些沟通，但是基本上后来都没有什么成果。那主要是到了第三天之后，因为我们那天整个晚上都有直播他的，他一来就晚上刚就开了一个直播，但是第三天大概八九点吧，因为我那时候每天晚上都留在那边，然后八九点我就起来，然后坐在摊位，然后就是，但是然后就看到师傅他带一群人突然过来，然后他就这时候他没跟我说，昨天那晚上那个影片你为什么可以拍他？你要侵害这样侵害他的隐私权，要把那影片撤下来，否则日后都就没有任何谈判空间。因为我们有直播，他来跟我们全程直播。对，他是后来才看到的，然后他是说就是。对，如果不去，假如他，我就一直跟他劝说，所以如果影片留着，我们可以去讨论移动旅宿，就他前天晚上讲的移动旅宿可能开放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不撤下来的话，就是完全没有谈判空间，让他做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经验不足的地方，就是我听到这样的时候，其实我是会害怕的，就是我觉得没有完全没有谈判空间是一件，对我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所以那时候我是有想要去找，就是玉文聊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影片撤下来？但是，事实上，我那时候后来就是跟他们聊过，然后自己想过，这其实是一件很不合理的事情。就一来当然是说去拍他，本来就有很大的正当性，因为他，尤其是因为他来跟我们讲话，就是跟我们的我行动直接相关的嘛，去把这东西放在网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就是什么侵害隐私权，这也应该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去做这样的要求，其实是一个秀下限的一个行动，就代表说，哎，一定是他那天一定是。比如说他，其实没有什么，没有经过内部的共识就来找我们，或者是他其实讲了他不该讲的话，或者是不知道是什么，但总之就是那个影片对他来说是有伤害力的，他才会用这么强硬的方式要求我们这样把他撤下来。所以我们后来是决定说不要把这个影片撤下来，然后就是，然后后来当然他也没有就是做这个行动，他也没有就是真的这样有什么行动。好，然后就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就到教育部前面抗议，想说可以用从上对下的方式，就是除了教品之外，就是用从教育部的方式去这方面去施压。然后那时候教育部是有承诺在一个月之内会开一个平台来讨论全台湾的宵禁宿舍宵禁问题，但是就是今天现在已经一个月，这是我们对啊，后面再讲。好，那这边要把重点放在从策略一直到就是我们该怎么样去传达这样子的理念，就是生产论述让大家知道。因为其实刚刚在讲前期的时候，那倒有比较算内部的决策，可一旦开始决策，就是我们判断说，其实事实也是这样，就开始各方压力都起来，就是D卡上就是开始有人一直在那骂啊，然后 PTT 也会讲啊，然后那些媒体下面也会有一堆头脑还不是很清楚的会讲。那这些东西同不但是我们要面对的舆论，同时也是要面对，就是校方的确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跟我们讲。那我们该怎么样去传达出我们的理念，把这些理念跟议题讲清楚，那也是我们要思考的部分。对，那一开始就是我觉得他们这样子做之后要做的事情，就是其实政治协商跟一些媒体操作。对，那政治协商就是我的判断是，就是说哦，他们到时候其实没有办法做这件事，实际上也是因为就是他们非常忙。对，所以就是帮他们做了政治协商。那在政治协商上，就其实不太会有问题啦，就是把事情跟他们讲清楚，就我们可能他们之前就找一些例文，因为那时候其实同步在设定校务会议的同时，其实有一个教育文化委员会的咨询是同步发生的这样子，
所以就有去做一些游说。那这部分就是其实大部分立委都蛮支持的，那实际上那时候也有立委跳出来咨询，对，只是那时候刚好他们很忙，因为那时候刚好是第一次施政总咨询吧，对，所以他们其实本身很忙这样子。那活动开始之后，我们就要想，其实我们在那个摊位要做的事情只有绝食跟联署，然后那时候就变得有点干，就是有人的时候，啊，同学来联署啦，然后后面就有人做绝食，然后他来可能会跟他讲解，可是就发现说这样其实不太够，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一般的学生其实不太会去关心这种事情，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做了一些，好，那我们要主动出击，所以就有时候就要出去短讲，例如吃饭时间，所以我们就带着几个就是直接。拿着大声公去学校跟大家讲这是为什么，那讲的口径其实要说服他们，那还好就是也没有人呛虾或是就是反对什么。那我那时候讲法就很简单，就是说例如那时候是我出去讲，那我就讲说好，这个事情其实应该大家都要关心，不管你有没有住在女宿，不管你有没有住宿，不管住男宿女宿，不管是男生女生，你都要做这件事，因为今天校方如果他可以以性别当作一个理由去压迫这个族群的学生，那校方改变就可以任何理由去损害任何的权益，然后反正 大概是这样，我必须要想出一些讲法，让这个影响力不止在摊位，那可以同时对校内也发生影响。那校外的话，就说其实就是媒体效应跟舆论攻防。例如我们找媒体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理念说清楚，因为他们会受访，那跟媒体交手要很小心啊，因为他们可能把它写成他们想要的样子。对，那舆论攻防就是我们也要针对那些舆论去想一些说法，就像刚刚讲的安全问题，我该怎么去回应？那家长牌啊，如果他打家长牌，又该怎么回应？那其实我们都有内部都有讨论，就是不管是谁遇到舆论，如果在我们的公开的声明或是什么访问的时候，其实都不断的去把这些东西让大家知道，因为那时候其实大家自己会讨论，对，但这个讨论绝对是对于那些。有意见的，但支持他们可能会转贴或是分享。那我们主要是要说服那些对这个东西有疑虑的，包括校内，其实我们那个粉丝也常会收到很多学生的讯息，那他们可能也会对这件事有所保留，就对我们废校这件事，然后或是反映，那我们要一一的去回复他们，就是我们统一团体内部对这件事情的立场。对，那这个分工分权就是刚提过，其实在现场，其实这个工作可能没有做得很好，也就变成其实他们两个就是台立跟玉文，他们其实对，就他们会负担很大，那可能有很多资讯又集中在，因为其实主要是要有人在做，对，所以其实会面临到这个问题，有时候事情会打结，那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说，哎，他自己在里面可能不确定他能够做什么，所以他可能就是帮忙就做一些。他们说打杂，对，或者做一些牌子什么的，就是分工分权的问题。对，那回应立场的论述就是，其实大家要确定，就是我们的理念跟我们要推广的东西是很清楚的，就是这是一个性别问题。说性别问题，它其实也牵扯到阶级的问题。例如说，这是廖玉文他一直主张，就是基本上会住在宿舍里面的，如果你觉得这样是不合理的，他如果有能力，他就搬到外面。他说不想要住，因为那个钱差很多嘛，住宿这一个学期大概住外面一个月的价钱，所以其他我会主张说，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观点，说它除了是一个性别问题，它其实是一个跟城乡发展有关的阶级问题，就是住在女宿的人里面，他可能某种程度上是社经地位比较弱势的，他才会选择继续住在里面，所以这时候就会有个论点说不爽不要住，那我们就会强调说，这个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选择。因为它其实背后有某些条件，让你没有办法做出另外一个选择，就类似像在我们针对某一种议题，大家很清楚，而且不太有漏洞，能够让人家去抓把柄的说法去说服大家。我是有听说有人说什么辅大学费那么贵，你现在读辅大，你应该负担得起学费，这个应该交得起吧？对，就是有很多这种逻辑上非常错乱的讲法，那我们都必须一一的去反击，那也都。在讲的过程中，如果是那种比较公开的论述，你都要把它再拉回头，整个活动里面去讲。对，那这个就是要补充这个，刚刚讲到我们后来去教育部嘛，其实也是有讨论，因为其实那个是第三天的时候我们去教育部的，那前两天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在第一天的时候学校完全没有理我们，就我们在那边绝食了，然后也开记者会，新闻都出去，然后学校都没有来跟我们接触，他只是很伪善的放在那里，他除了发那个声音，他有拍 APP。那个人就是攻读
生，然后他们就穿的那个就是卫教中卫保组卫生保健组，就是一个小的医疗站，然后他来也都没跟我们讲话，他就摆在那边，就是临时医疗中心，就他们只做这个事。然后后来到第二阶段刚刚讲的使命副校长来，然后也是鬼打墙，然后到现在说要把这些推下，所以那天就讨论说我们应该要把产值往上推，就是显然就是我们这也是做也早就知道会这样嘛，就是对校内都效仿鬼力，所以我们决定把诉求往上推，但这次往上推就必须要合理性，所以我们必须要想说它其实是一个全国问题，因为我们一开始当然是说哦，我们辅大在正统校内男女数不同调的这个性别歧视的制度，那我们往教育部说就必须要再往上打，比如说其实因为我们其实都有他们都有整理资料，都已经先整理了，全国有很多的大专院校都会有这样校境，他们会有也许是男女都是有校境，那甚至有部分是只有女生有校境，那有一些很夸张是甚至在技职体系他们的管制是更严格的，像明治科技大学他们是什么八，他们还会断网，他们晚上不能上网。然后呢，校庆时间非常早，然后早上起来还要跑操场，什么类似这一种。对，所以其实我们在把邀请教育部的时候，那个声明开始就写得非常硬了。而且那时候其实团体内部大家看到状况发展，那大家也知道，就是说这个已经不是刚刚讲，本来就不是一个小小运动，从来它就不会是一个小小运动。你要达到一个运动成功，你一定要各个管道配合。所以速度到这个层次的时候就变非常硬，我们就直接给教育部长声明，就是讲，就是说这是全国性的议题。而且你必须要让我们点出非常多相关的女士，你不能让这些大学躲在大学自治的伞下，因为教育部可能他不太敢直接介入，就是因为大学自治的精神，还有大学法相关的法律，所以他不太敢直接，他不像高中以下，他可以直接一纸公文，就是像那个费，就是说服役，他可以一纸公文这个事情，但大学就会有大学自治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们达到要前进到教育部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都点出来，就是说这个是全国议题。那它其实也是技职体系，就技职体系它可能又比一般大专院校更难发生，就里面的学生可能受到更大的打压，那更可能借此去点出高教问题，所以这时候就已经把层次打得比较高了这样子。我们那时候去教育部的时候主打的一个方向就是大学自治不应该凌驾于性别平等之上，就那时候我们的大部分。校务会刚刚有讲到，就是校务会前，那时候我们讨论就关于说去校务会到底要干嘛。我们其实前一天晚上就是，讨论开会讨论非常久，因为就是这个在我们的策略上其实是没有思考清楚的。因为应该说，如果这个感觉假如要投票的话，非常的难，因为我们没有做好内部游说，所以要投票的话其实很难。我那时候心里想是不太可能会投票通过，那假如投票然后我们失败的话，后续很难有正当性去推这个议题。那假如我们是要就是不投票吗？如果不投票的话，就是会被质疑说，那我们来上校会来干嘛？我们就是来闹的嘛，就是来就是喊喊声，然后就是乱那个场子这样子。所以我们前天晚上对真的这个讨论非常久，其实后来最后决定是我们不要在校务会上投票的，就是完全不要去做这件事情。这我觉得有点太复杂。对，那因为后来到了校务会现场的时候，到校务会现场的时候，后来的讨论的风向，其实后来被老师带到，就是说分成甲案跟乙案。甲案就是全面废除宵禁嘛，然后乙案是逐步废除宵禁，就是可能几栋民宿、两三栋民宿先试试看它。那事实上，这个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因为逐步废除事实上离全面废除是算是一触可及这样子。所以我们那时候在那个现场也算蛮混乱的，就是说到底要不要投票？不是说好，就是那时候简明就是说不是说好不要投票吗？他都已经就是准备好要就是拿麦克风出来，然后要去就是呛一下。但是我们然后其他人就说不行，现在情况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要投票。甚至我们竟然还是诉诸投票这样。即便说，其实我觉得就是那时候有一位有说，就他觉得就是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不能用投票来决定，但是。但总之之后要经过校务会这种正当的程序的话，就是毕竟都已经对我们来说很有利了，所以最后还是投票。那之后
那我跟你讲。这次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投票，哎，他的手一举起来的时候，就是旁边一群就很多男生都在哇哇在欢呼，然后可是我们直接反应就是马上就开始哭，然后是这个校长他反正他一走出来就说，其实还是希望可以不废除啊，但是就是什么尊重民主之类的。那再仔细讲一下这个，就是关于校务会这个，刚刚前面有提到有一个开会，其实我每天晚上都会开会去检讨当天的内容，跟其实不应该这样，会讨论明天要干嘛。就是虽然早就有拟流程，因为每天发生的事情都太多太突然，所以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开一些漫长的会。那到校务会以前，就是礼拜三的晚上，因为这礼拜是早上9点、10点，反正早上的时候校务会，然后我们就前面一个晚上开会。那我们就是开会到天亮。对，然后我们那个会就是一直开，在开到我们人要去教育会议了，就很多人都没睡这样。那有些人可能就体力不支就睡着，然后一起来就哎、欸，怎么还在讨论这样子？所以那是蛮硬的一个事情这样。那会有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那天最后开会的现场，大概是这样。其实哦，这个人数比我们前几天啊大概多了2倍啦。就一开始开会其实没这么多人，所以我讲到底是谁来开会？有些人是我们从来没看过的，朋友的朋友。那当然就是我们如果有些运动经验就会知道说，其实这种你一起做大之后，就会开始会有力量，或者建议开始会伸进来，就是他可能有一些他觉得他比较经验，或者他可能某方面专长，或者他也许背后真的有什么势力，其实会想要影响这个运动的走向嘛。所以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前面他都没有参与，没有帮忙，但他这时候却出现了。然后，例如说，我们要讨论一个，就是我们到底关于投票的事情，就是其实一开始点出来，就是其实这个事情大家没有仔细的去讨论，就是我们到教务会上到底要干嘛？校务会议，对。那这时候就有几个人，那当然可能是学长嘛。那我们后来知道他其实以前做辅大做学生资源，他来就建议说，应该法律系的，他就说应该就是程序上，你要让他升教，应该要让他投票。那我们说不对啊，就是那时候其实有。我们就讨论这个，讨论了3个小时，就是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谁，可他出来丢了一个意见，说应该要投票吧。那我们就为此讨论了三个，而且是比较精华，大家意识还很清楚的时候，这样子就觉得蛮，我当下是很生气的，因为我其实看得懂，就是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所以我就很定，就是说不是说不能输入投票，而是说你一开始策略决定方向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在做游说这件事情，因为投票是比票数的嘛，我们没有去游说老师说哦，我们可能到时候校务会的时候可能会推提案啊，但是临时动议提案啊，请老师们支持我们，或者说我们要去安排哪个老师要发言啊，说服在场的其他的老师或教学。但其实我们一开始并不是走这个方向，因为我们开始就已经设定说，其实学校是很强硬，他不会理我们，所以我们是把策略拟定成就是说，那我们应该用外部的方式去施压，像我刚刚可能是透过政治力跟媒体的操作。这其实真的我后来有检讨到，就是其实是一个体制外转到体制内的一个问题这样，因为到后来校会讨论上，所以我们已经越来越发现，其实我们跟校方是可以达到一些共识，但是我们却没有一个妥善的，因为那时候可以参加校会的代表，就是反正是一些其他的学生，那玉文当然也有，但是他那时候已经就是角色非常久了，他其实意识不太清楚，所以但是那些可以帮我们发言的人，却是让他不太确定说他到底可以说什么。这就是一个在这个转换上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那时候要讨论好，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已经到体制内了，那对，总之就是会关于投票这件事，就你前天晚上就是进行了大战这样，那最后当然是我们就是让每个人都去发表意见，最后我们内部也在投票，到底要不要诉诸投票这件事这样，那当下我们的判断都是由之前校方的回应跟我们这边看到的，我们就觉得说怎么可能投票，就是。就大家是比较多人是选择不诉诸投票，就我们要诉诸，如果诉诸投票是学校诉诸投票，学校说好就多数暴力啊，好，我们来投票就是说看要不要废这样，我们的想象是。我们是不会回去提案的。对，最后是定调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开始沙盘推演，就是各种可能，然后如果在校会上发生什么事，那我们要怎么应对？那如果学校不理我们，要怎么样？甚至我们都已经讨论到了，因为退场其实早就已经设定好，就是校会以后不管成功结束要退场，就是不绝食啊，那。取而代之，就是那时候其实有一些争执，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把活动的
成绩提高，就我们预设假设失败，那成功当然很好啊。那我们也设了我们的底线，我们底线就是说，最起码你要取消惩罚，取消消极的惩罚。对，因为没有惩罚等于就是没有消极嘛。对，不能这样讲，就是说他不会因为这样就受到迫害。那我们就已经要开始讨论说，那如果失败了该怎么办？然后这时候就里面有一些比较有参加过一些运动的充足吧，我就开始等，因为那时候大家就是都睡死。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说，那我们要好好假设失败，我们要干嘛？好，那我们要占领那个校长室，就是野生，就我们的行政大楼。然后我们就已经在讨论哦，那进去之后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样。那等于说有点可惜啦，而且其实这件就是这件事情应该是早一点应该拿出来讨论，可是因为可能一些沟通关系，其实有些人他已经就是已经睡着了，他没有办法参与讨论，所以后来讨论也不了了之，就只有大家累了，就到早上，然后早上还发现一件非常扯的事情。就是刚讲分工问题，我们其实没有一个人专门去负责收集资讯，不管是媒体的资讯或什么。就我后来才发现，就我们已经讨论到礼拜四的早上要开校务会议了，我们才发现原来前一天晚上八点学校发了一个声明，然后因为我们的诉求有四点，我们没有讲我们的诉求哎，我们诉求哪四点？被从宵禁、装饰刷卡机、分清宿舍干部、民族民权跟。划清行政人员跟社监，也就是修语的职权。对，那我们就是有四个诉求。那结果前一天学校晚上那八点多的时候就发了声明，就我们四点诉求，他下面三点全部都基本上算同意，就他那个声明完全就是好像写错还是怎么样，跟前几天态度差非常多。只差宵禁，对不对？对，只差第一点，就第一点他们是有争议，他们希望逐步。那我们的诉求当然是全面，我们一直到早上才。看到这个东西这样，然后大家看到就很高兴，就哇，那很好啊，就是应该去就是只是演个戏，然后再说服大家一下。结果到校会现场就发现，不对，学校非常硬，校方的态度还是非常硬，那甚至就是老师会发言，那些老师的发言也很夸张，觉得就说啊，女生本来就是应该受保护啊，就类似言论这样。那所以到那个现场，刚刚讲的混乱期有梦成状是这样，就是我们。错过了几个形式，就校务会议的现场。第一个，校方是用议事规则来打；第二个呢，我们刚开始要进去的时候就说你们不能练习，然后就开始有争执这样。然后最后也是靠副校长来的啊，就让他们听了，然后我们才站进议事规则。然后后面我们开始要发言，我们就有沙推说每个人要负责什么角色。然后很不幸的，我是负责那个出来跟校方。准备自己麦克风。对，我们有准备，就是一般社运就要自己带。我们就是哦，那到时候到什么点之后，我就要出来，就是组织。校方就要发表意见这样子，然后可是那个现场就变得很混乱。那其实资讯流通是很不透，就有分坐在我们是站在开会的学生代表后面，有分真的可以发言的人跟列席的人。那里面有分有些人是场控，还有些人是应该要出来讲话，还有些人是如果真的不得已要去霸占主席桌，什么都有分工这样。可是到现场就整个乱掉了，就到最后现场就是说只有我一个人是。照着沙推的事情做这样，然后我就会说，像他是场控，我就问他，徐浩，我要讲他，该讲话了吗？然后就呆掉，因为他没有听东西，他就呆着没有。好，那再问别人，又没有别人，那我就说，好，那我讲了，好，那我讲就一开始讲，然后后面同伴就开始干头，不要讲啦，就是不对啊，我昨天讨论不是这样，所以现场其实呈现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那甚至到最后要决定说好。是很简单，好，那要投票，我们到底该怎么表态？那就说，因为那时候廖永已经有点情绪已经不稳了，那就觉得说很简单的，那我们预设说应该投票会失败，就是我们看他已经变假案一样，我们觉得那应该是会投逐步通过，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样表态？就说好，那应该要喊个口号，然后这件事情也没有被，就没有人可以决定到底要喊口号这件事情，然后就最后就变成最后就大家分开讨论。然后最后就像我就直接去问廖宇文，我们要不要喊口号？我当然就觉得要喊，然后就要喊，当然要喊，然后就好，然后一回头，好，那我们要喊口号，然后就又被干掉，这样说不要喊了、啊，现在怎么已经算实际打了？因为那时候学校已经承诺就是不会有，因为校禁被惩罚。我们确认很多次，不会再有惩罚，想说不会再有惩罚。对，所以就会变成说，其实在整个校会议现场是非常混乱。那有一点就是说，好像是其实最后投审。其实有点运气，其实我们都有点运气。那我们后面再仔细的评估，说到底为什么那天校务会发生这么混乱？就前一天学校就已经发声明，然后为什么当天还那么强硬？那甚至就是那时候争论，就是老师
们都开始发言，然后后来是副校长自己，他就突然就说好，那我们承诺，他就开始把昨天的声明念了一遍。是副校长讲的。对，那我们后来研判说，其实他有很多股力量在中间进行，例如，像我们学校是已经要世俗化，就我们的校长是已经不用是省直的，以前要是的，所以我们是吧？对啊，就他不用是什么神父，用神职的身份。那但其实内部可能还会面临到像我们学校三个修会，三个不同的天主教修会里面，某种程度大家可能是行政体系跟宗教体系的一个，他们就在那天在演戏这样子。那另外我们当然后面知道我们在做政治协商之前，后来是有达到了协商的结果，就其实是有做事啊，教育是有做事啊，诸如此类。那他们可能也必须考虑到。老师们也有分，就是比较保守的跟比较左派的老师，所以在那天校务会会变成一种非常混乱的场合，所以最后投出来就是全部人都哭成一团的，我没有哭啦，对，那就是会变成就是其实有一点运气成分，所以最要点出的就是，当然这个是做社运都会讨论到的，到底要不要决策的圈或是更小的小组，对，那以我们例子就是。我的判断，我们当会建议他们说，其实还是要稍微划出，最近你要划出说谁真的是谁可以开会的，对，那没有的话，就会像那天前一天发生那件事，就是那个到底是谁不知道，然后却为了他的提案讨论了三个小时，那甚至真正最后有一些决策核心，像教务会议有一些细节，没有办法真校务会议，对，没有办法真的大家讨论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决策，这都是我们后续的讨论的，那。最起码那个活动到那时候就算是圆满达成，就我们也没想到会就是四项诉求全部通过达成。所以我们投票最后是几比几？90-51，其实蛮大的差距。然后90是全面废除。对，90是假案全面废除，51是逐步废除。所以那个票数投出来，大家都应该可以用吓死的来形容，就是怎么会这样子？对，那这个是最起码是我们。整个运动的从一开始到最起码在校务会结束的当下的一些过程跟我们操作的方式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掌声谢谢一下这三位的分享，我们掌声一下。那我们接下来进行就是 Q&A 的提问，然后我们就先收集三个问题，还是我当吧，来，郭先生。帮我帮忙一下。我是杨启，我刚刚有介绍过，但是我发现一些事情，就我需要表明身份。我是现在那个法律系博士班的同学。那我要补充一些刚所谓的运气的。我是福大法律系。我是现职福大法律系，不是现职，我现在还没毕业，因为这样子。我要补充一下，他们刚刚觉得运气的部分，这些是我知道的，然后他们不知道的。那像刚辛普森他一直有讲说，就是他是中职的家，我就没去找他，他也没来找我。我们是另外一个学校，我是另外一个学校黑社团，黑社的，就是我们不登记的。好，但我也不好讲这样。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说，前年去抗议那今天记录就是我们。那。这个显示一件事情，我不是说这个对错问题，因为那个刚刚辛普森他提到说，开会的时候有些不知道的人，对，就说有些不知道的人来，其实他们就是前面一两届的那个学生议员啊，然后就在做学运，这代表说我们在学校里面有好几股在做学运的人，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交流机会，然后前后也没有交接的可能，像我们也是做前三年的人，我们的伙伴都在318的街头上面认识。然后这个是前面，请我先提一下，然后再来说我要提一下学校背景。大家不知道我们行政副校长是谁，对不对？我们行政副校长是我们之前法律学院的院长。那我要告诉你，法律学院在这后面整个态度，因为行政副校长行政，所以这些东西都归他所管。虽然旅宿是属于使命单位，使命单位是我们以前最终做学校会需要很快一段的时间。我们本来整个是直属教廷，现在直属教廷只有神学院，为什么？因为大学法施行，国家的力量进来。所以其他地方需要退，但是天主教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在这里。那为什么你刚刚有听到说变成假案和隐案的四个诉求，为什么退得那么快呢？因为使命单位在这个世俗化的过程中，跟法律希望达到的目标有很多的磨合，
然后磨合的不是很顺，这对学校的行政造成了很多的，就是说可能不见得是压力，但他需要很多的协调，然后再来他这个是花钱的单位，再来他管理宿舍出现了一些问题，已经不是今年第一次，而是过去五六年将近十年已经越来越明显，所以学校开始觉得实际单位有点麻烦，所以那个甲案乙案呢，我现在我们可以推知。其实是刑附在后面主导把它弄成这样，为什么？因为违反性别法太明显，即便在法律解释上可能有空间，但违反性别平等太明显。哦，那我们得知的是呢，第一天绝食教育部的蓝宝，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知道，但我知道，因为他们，也不是说因为他们没有来找我们，而是因为他们这个活动之前我也不知道，然后活动开始前几天我重病在家里就真的不会动，那我是第三天，就礼拜三了，然后上完课病恹恹的去办公室，我们喜欢去秘书那边吹冷气吃饭，然后秘书叫我，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我说干嘛？我说，当时一个秘书一个老师，两个人都想说，杨姐是不是你在后面？我说根本就不是我，像我那么爱吃的，怎么会选择这种抗争模式？那我告诉你，法律学院本身对这件事的态度。今天法律学院出来支持，其实真的是运气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个学妹在那边绝食，院长觉得没差了，反正我在法律学院给院长非常的高兴，在那个院务会议发飙说，你们赶快想办法，因为那个前面几天都是将近40度的高温，对不对？然后就觉得你赶快想办法去那边降温，反正冰块水什么都没关系这样。然后我们就想办法去找那个大瀑布，就你们看到那个大瀑布，那就是那个。我想结果应该是系主任出了钱，然后我们送了几块。我到现场可以非常嚣张的说，你们去那边隔壁大院付，只要是冰的，全部算我的钱，这样登记我的名字。可是因为整个院都是持同样态度，哦，院长要你要说不管是什么理由，你要说他是爱面子也好，还是怕死也好，都没关系，反正我觉得这个结果很好。那我要跟你说另外一件事情，法学院有一个老师也是非常嚣张的，因为他家里有钱。反正他到了那个协副的办公室发表，他说他发表什么？我说你现场没有一个医护人员，然后协副办公室那边的消息是说你会跟我们医学院学生，他说他拍桌说什么医学院学生，你打官司的时候打法律系的学生还是找律师啊？我告诉你们哦，他现场他这样跟我们讲，我告诉你们哦，如果你们剩下的学生有哪一个脏器用酒秀手，就找律师告诉你们。法律学院这次可以有这么大的支持，我为什么在现场可以讲话讲那么满？因为冰块都带回去。那个刑附的那个事情嘛，啊不是刑附，刑附不是说那个著作隐私权嘛，然后什么隐私权要公开场合，公益事件，现场那个直播的时候又不是躲在旁边直播，那个画面很明显，就他脸旁边，就是像这样的距离嘛，差不多。现场直播的时候没有表达反对意见，然后什么隐私权问题，所以隔天反正我得到了院的授权，然后我可以去，我可以非常开心的讲话。其实我对法学是非常黑的，因为我们也是直播运动。所以，然后我要补充最后一点，最后一点是我事情不知道，但我后来调查，然后发现，然后我确认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议上会有那么多老师支持我们？有两个，一个是我们有很多的年轻老师嘛，对，而且是女性的老师，所以他对性别平等这件事很敏感。再来是大家都知道辅大盖医院，对不对？辅大盖医院其实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那个财政负担是刚刚好，意思就是说随时有一个状况就会让辅大倒，如果中间资金有问题就会让辅大倒，所以这个盖医院这个政策，其实教育部一直都他推了好几次，教育部才做。那现实状况就是过去几年来，对于辅大的行政资源有大幅度的集中在医学方面，那各院的老师颇为不满，所以这是一次吸引他的机会，你知道吗？所以你说运气很好，确实运气很好。然后，但是运气很好吗？真的是做运动的时候调查不足。我说句硬一点的话，为什么不能投票？哦，他违反性平法啊！他不是躲在大学自治，他是躲在那个宗教自由里面。我讲，其他的大学都会跟你讲大学自治，但是辅大会讲宗教自治。辅大每一个愚蠢的决策都是跟性别有关的，因为他是保守天主教学校。请注意看，
如果你有回想到，我们执行过非常多次的死刑，对不对？我们先不讨论死刑支持率，天主教反对死刑反对堕胎，对不对？你有看过天主教大学联署发声，你说反对死刑，死刑应该废吗？没有。还记不记得前几年那个伴侣盟在推那个多元成家法案的时候，他们有联署说我反对同性婚姻。对，那你可以去查一下这件事是有。然后这件事是我个人的不满，因为我们只是可以做事情，然后去不抗议，然后理我们这样。然后我们有同学就说，那我做一个海报，就说贴贴在学校说我要反对死刑。然后拿去，还不敢盖章，不盖章了。其实我要除了补充刚刚的那个幸运之外，我觉得是说，我们也许学校的学权社团是需要多交流。那因为学校的态度，其实就如其名称所讲，因为我过去也开过非常多次的校务会议、不校务会议、班代会议、一些班代。然后院会我也当过，在院上面当过代表，那我是会跟院长在会议上请假，所以，好，我补充资讯到这边。好，谢谢他的补充，也欢迎待会私下多交流。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就像刚刚就是明宏讲的，其实这件事件背后有很多的力量在支持啊，其实应该是这样子。好，还有其他听众要提问或是补充吗？好，来，你看。不好意思啊，因为我老实说我是局外人嘛，然后提到菩萨的话，因为我本身参与过很多运动，然后加上热身也在到附近，然后自己本身也是弱势，然后也曾经被一些老师就是请到里面去讲课过。那孝敬就是说孝敬这个问题，这个因为在座也有一两位是那个算是高中的那个同级在里面，然后我自己本身的经验就是说，我们在我们那年代就比较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做过这个佛光在那个什么中学。然后普通中学它真的是完全一个算是一个非师范的学校，反正国中到高中毕业之后几乎所有的全部读那个学校的人，无论你是北中南全部都要做到你，然后再加上佛光山的关系，等于说那边的出入就方便，除非像过年啊，还有陪家，或者是暑期、寒暑假的课后辅导。所以那个寒暑假的短暂的那个休假的方式，然后没有说等到回到普光山学校里面去上课。那之后我再回到北部来之后，然后就参加一些联考，也参加做过所谓的一些宗教的学校，它里面有宿舍。然后可是如果说是男性的话，就很少。那像最近这些年来，有很多就是像比如说培根，有一些比较私校型的高中体系的私校型的那个住校系统的，他们这样的系统的，因为我就不好意思说拿高中的来，但如果说我都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说类似像高中体系的这样的那个就是跟他们的所谓的那个争取所谓的那个宿舍解禁的那个事情。但是如果说等到他们跨一步进入到大学的那个体系里面之后，他们的体验
是要，应该是要这么讲，就是说他们曾经进入过的，然后如果说进入到整个大学系统里面，那势必还是会有所谓的希望解禁批判，然后还是希望原来的规则可以消停的。所以我是想说，如果把这人一起，如果能够扩展到所谓的高中阶的阶段，让它扩大到，也许从比较年轻的，就是说更年轻的，从高中的面阶来看，这样的话，搞不好将来他们要再进一步，因为跟一个以前也是职考，他们如果说要再进入到职考的那个，就是说整个大学的那个系统政府的时候，他们所被面对的授课的问题，可能每个学校每个学校的那个做法不一样，那会不会一要再叫我上面？就算说教育部他现在决定全面开放，全面就是探讨全面开放，可是不见得就是说一些宗教的，比如说爸爸禁止在那里，禁止在花坛禁止进宗教学校，那甚至连佛光大学、南华大学这也是都有。宗教体系的一个那个学校概念，他们有可能办消禁。那如果说这些宗教的学校他们那个消禁如果没有彻底的解决的话，那比方说教育部的一句话就空口说白话。好，我的建议分享完了，谢谢。好，我的建议说，你的权益的意识的启蒙也好，就是训练好，直接都往下扎，回到高中。就可以做相关的事了。那补充一下，其实这几个月或者是这几年来，高中的权益也相当多人在争取了，包括就是争取呢，就是穿短裤进入校园这件事情。前几个礼拜北一女也才解禁，还有之前有那个教育部有把不能因为服仪不整的处罚那个条例废掉这样子。好，然后分享好一个汪汪，好吗？这样。其实我有想过一些问题，就是在当初决策的时候，为什么会决定这种决策？像是刚刚就是可能是可能前面说的，就是决策是几次与自己的伤害自己的行为，就是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像是申请机会有时候，还有联合其他不满。想要进入一个学校，甚至能是那些大学联合一起对抗这个学校的规定，这样子会比较有用。然后在我刚刚看到的同学的上面写说，他是道明高职中学，也是天主教学校，然后他这边也是就是有手机被没收，或者是那个就是也有校庆的，应该是高中，然后就是是高中生，然后。他的校方回复就是说，是不属于标准。然后我相信有很多学校也是有这样的问题，不只是高中大学。好，你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说在绝食之前有没有做过其他的事情啊，就包括联署啊或者其他讨论。然后第二个是说，针对那个不爽标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提供一些论述，提供给高中生们？这是两个问题。好，那还有其他听众要补充吗？来后面。这是我几年来感到最兴奋的一场，在哲武可以帮助我在出卖台湾的时候，可以叫价过好几桶金。为什么要这样讲？但是我要先请问一下，就是说，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宗教的这样子的经营学校的策略，
是台湾模式，还是他的世界模式？啊，这个我好奇，因为我不知道。那如果以你们的这个赞美，到目前为止，不可否认的，你们已经挽回了自我人权的被剥削。那也像其他的朋友提到，你们能不能再做多一点，让这一场战役变成不只是辅大的战役，而是全台的战役，甚至于是世界战役，让住宿权不要被限缩在拘禁跟保安的议题上面。住宿权就是个人的居住权，没有任何条件可以被剥削。我希望就是说，你们是不是能够让这一场辅大战役变成世界战役？有没有可能？我是这样期许。好，他的提问是两个啦，一个是说辅大是直属反帝，那还有个其他世界其他学校也是直属反帝纲的学校，比如辅大的姐妹校啊，或兄弟校之类，他们的门禁怎么样？有没有查过？第二个是说，你们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行动或者想法？这样。好，那我们总共有四个问题嘛，我们是不是看谁要来回答？总共四个，你还记得吗？因为高中这两个提问，那刚刚两个。我现在应该最简单的关于后续的东西可以先讲的是，因为这我们其实本来在PPT里面就有，就是关于后续行动的问题。因为现在有我们现在就是教育部有承诺说要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是会继续，我们现在已经有在跟其他有意要去推动他们相近宿舍改革的学校有在做串联跟就是一些沟通，我们是希望可以再透过这个平台的机会去至少在全国上做这个宿舍的清查，宿舍制度的清查，这样，所以这是一定会做的事情。至于说为什么会，我再讲一下为什么会决定绝食好了。就是我们也有讨论过要用游行的方式。之前那个2009年，他们就是用游行的方式让校庆从11:30变成12点。那我们对，我们是有讨论过的，但那时候其实觉得一定几乎100%不会有任何效果。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学校其实没有很大，我们要告其实就是。硬要在那边绕来绕去，顶多可能半个小时吧，就是这样就会结束了。那我们剩下来的能到哪里去？就是其实很难在，就是一定不会给我们校方是完全不需要，因为我们可以觉得是一整天校方都没有人来的，就是游行是不会有效果的。那我们心里是想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基本的权利的问题嘛，就是一个这么基本的东西，我们去沟通那么久，却都没有。找不到任何的协商，就是会，就是那时候是，就是想说，因为校方其实已经加厚到一个程度了，我们如果不真的去透过争取的方式去，因为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那天礼拜三晚上的时候，校长有来到我们现场，那时候还有就是我们就跟他说。校长现在就是女生晚上过了休息时间要回来的时候会被惩罚的。校长说什么？会被惩罚？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然后他说哦，这也是不合理的规定啊。他那时候这样讲，所以其实我在行动之前，我就一直觉得校方高层其实是根本不了解宿舍实际上这个制度执行的状况是什么，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也不会有兴趣去了解。就是一个小小的女宿，就是小女生住的地方，他们根本不会 care。所以。要让他没办法了解议题，了解问题在哪里，一定要透过足够大的力量，
才有办法甚至让他们知道说有问题存在。就是 AI 校长自己可能也是或许被施压过，但是也很难说，但是他感觉起来就是原本不知道，他一旦知道问题在哪里，他反而就是认同这样子。但是在这之前，所以有没有可能去跟他沟通，但是之前公听会上那样跟他讲，他就是听不进去。好，那补充回应一下剩下的问题，就是其实刚刚讲到，其实很多层次上问题，就例如说有高中，那你进到大学城大专院校的时候，可能又有分技职，然后可能又有分公立私立，因为它都有不同的法规或者它不同规范在管，所以其实我们当然一开始是没办法做到那么多，甚至还有全世界这样子。那我们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有在做，我们后面有办一些其他活动，是希望可以先从大学的部分去做串联。就让它不只是辅大的事情，因为我刚刚讲，我初步到教育部之后，其实也已经讲了这些事情。那我们现在也在运作，会串联一些初步，当然要串联还有小景的大专院校。那我们希望后面可以再做到技职的，但最起码在大专院校部分做串联这样子。那如果是高中部分的话，我觉得它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法规的问题，因为可能大部分高中生是未满18岁，对，那你在要推行所谓初步问题上。应该会受到很大的阻碍，因为他18岁以下，他的监护权应该在家里面这样子。对，所以我们高中对高中部分，我们可能还是会，例如我们可以做到，就是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情跟他们有关的是，例如说现在要考职考了啦，考完之后他们就要填志愿。对，那我们可以例如可以发起，我其实没有讨论过，就发起说让你拒填那些有宵禁的学校，就说他们其实从高中到大学，他们是有选择权去决定他们未来要的什么。也许在现行法规或是整个观念下，是会觉得高中生就是应该被换。对，那我们也希望就是可以尽量去做到，让高中生也可以开始像那些其他学校，为了一些议题去争取自己权益，而可能在住宿方面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对，那刚才有个不爽标注嘛，就是关于这个串联跟不爽标注，就是我们的廖同学好像有话想说，我就让他来回答好了，就是不要用。嗨，嗨，大家好，我是日文。那就是关于不爽标注的部分，其实就像刚刚那个阿北，好，我是阿北，就是刚刚简明宏有讲到，其实有讲到一个是，我们这一次尝试着让这个性别议题它又更加的延伸到偏向的部分，就是说第一个要先就是。戴如芬老师他在这整个运动的前后，那他也阐述了非常多在宿舍里面那关于阶级的问题，那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能力去搬出来外面，那这个是一点。那另外就是说常常会听到说会吵的小孩有糖吃，的确会吵的小孩有糖吃，但是这个吵是如何的吵？我们只是在外面大吼大叫吗？在一些人看来是这样，可是有参与过运动的人，有当过组织者的人，一定都知道说，这样子的串联，从媒体的效应，从各方的声援，那从就是整个师长的协助，这并不是吵一两天就可以马上获得的事情。我们要怎么样让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多愿意支持我们的人，他们是进入状况的。那这个东西就不仅仅是吵。那我们今天要的人身自由权，我们今天要的性别平权，它是糖吗？对我们而言，他们是空气，他们是水，他们就是一个身为一个人，他就必须该拥有的东西。所以今天有些人会说，那你自己要选择的。那反过来说，就是其实他，就其实这真的只是一个，为了讲而讲的事情，这样子。那跨校串联的部分，像今天有来自静宜的同学，那刚刚就是那位先生有提到说，是不是例如说做个世界性的串联？那这个我想提供一点，就是说，以我一年当过学生会长的经验，其实台湾的学生自治，它跟美国、香港、德国等等
学校就是等等国家是非常不一样的。以跟台湾好比较相近的，不管是地理位置或是一些文化，以香港来说，他们的学生会团队只要选上了，那核心的人就是可以休学一年，专门搞学生权益，专门搞学生福利。可是台湾的学生呢，大家都是可能要交报告，可能要打工，那可能要就是在这么多可能他有经济压力，那他也有课业的压力之下，那他还要另外生时间出来，或甚至是异性社团的人，这样大家是自愿性的，那在做出这些付出，所以说在组织人他就没有办法像一般的企业一样，没办法像一般的可能打工实习一样，他是一个没有薪水的，所以这种时候你要怎么样去组织这些人，让这些人愿意持续的投入在这些事情上，我想这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困境。那像我们在跟立法委员就是去陈述说，我们学校有这样子的问题。那可是立委他作为一个国家级的民意代表，他今天不是市议员，他今天也不是市民代表，他今天也不是里长之类的，他关心的是全国性的。所以你要提供给他全国性谁也能成，例如说东海大学也是针对女生嘛，那静宜也是大部分针对女生嘛，那这些资讯都是需要我们准备好资料，让这些委员，让这些师长马上可以感受得到，这个绝对不是只有辅大的事情而已。那辅大也意味着它的宗教性，刚刚其实里面没有讲到一个蛮有趣的东西，是玫瑰念珠，就是这玫瑰念珠的精神的意义呢，就是反正它对于天主教来说是非常重要，就有点像是佛珠之类的，可是又比佛珠还要更就是更重要这样子。那当时就是之前高教工会他们在抗议一些活动的时候，就是有老师是落发抗议，就是做完一个动作就代表绝食的开始，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想到一个那我们用玫瑰念珠，当我们戴上代表这个天主教的这个象征物呢，就代表就是学校利用宗教的利用以尊重学校的宗教来限制同学的女性自主。对，所以其实还蛮有趣的。那回归到就是刚刚有同学说跨校之间怎么样去做串联，其实即使我们想要串联，但是那所学校有没有人愿意起头，有没有人愿意做在地的组织，就是这个非常重要。今天我们知道静宜有问题，今天我们知道东海有问题，今天我们知道可能慈济或者是可能其他的学校都有这样子的问题，可是很多学生会说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没在吵，那你在画什么修？所以就是说其实也是想呼吁大家，就是说这一段期间同学在指考，那指考之后就放榜，放榜大家都要选学校，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点，就是我们也会希望说其他有兴趣的学校是可以跟我们联系去做串联的。那最后是在高中生的部分，其实高中生的部分就是像大学又有分18到20岁跟20岁之后的，那高中的话就会 我们是觉得更艰难啊，如果是宿舍方面的话。对啊，那就是以上的补充。那待会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我们在当初内部做分工的时候是有想要让大家去更平易的接触所谓的学生运动或所谓的社会运动这样子。那包括说像粉丝专业整个视觉，那还有他论述跟用灰姑娘这样子的故事去包装整个性别不平等的议题，其实就是后除了我和台里和先生，就是有非常多的著名
有非常多的学生们，那他们都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就是贡献在这整个运动。我们今天会成功，那我们都会打一个事情是学校摆烂，学校摆烂一个礼拜吗？学校摆烂一个月吗？不是，学校摆烂了七年，所以七年前有没有人在耕耘？有，可他们失败了。那2014年他们也失败了，福大女宿自由阵线是当时的那个团体的名称，那我有去参与，那我也犯了很多错在那个时候。那2015年、2016年有这么多人的参与，跟有这么多人的声音，可是大家都失败了。那我们是踩在这些人的失败，踩在这些人的教训，那再加上学校真的很不会处理公关危机，就真的有点太笨了这样，所以我们才成功了。对，那所以说各校就是想耕耘这个议题的人，就是我们也一定会就是提供一些经验上的协助和帮忙。可是是不是真的一运动就会成功？其实还是要建议大家就是悲观的向前冲，对，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但是一定要冲得很用力。对啊，大概是这样子。好，我谢谢玉的感动。其实也是想说，无论是大学或高中啦，就是回到说，毕竟学生作为学校的一份子，对于学校的许多规定，是不是有讨论的空间和民主的参与机制也是很重要。我觉得如果在高中的层次的话，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要求学校，说很多规定不是所谓大人们讲的算嘛，高中生也是那个学校中的一份子啊。那作为一个就是真的想要号称是比较民主的老师等等，那能不能在学校里面开出更多的讨论空间，让学生能够参与学校的事务和参与学校事务中能够表达自己的机会，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好，那我们最后就来看这个福大同学做的影片，然后看一下七分钟的影片是福大这个组织去街上去访问其他的学生，他们怎么看待这个议题。好，那好，我们那个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拍摄影片的团队之一的制作人就在这里，他是我们学校遗传系的。对，好，那我们现在开个影片，有声音吗？声音可要大声。我以为都有。
打电话，可能会有其他的那些。那时候也是会有好心收留我，因为我们警察把我赶回来。那假如我没有朋友呢，就这样赶回来了。那11点一到，就从捷运站跑回来的女宿住民，就是不是福大才有的世界奇观呢？就是与男人的交流。好，那我们就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